行政便民、行动治理，这个是目标。当然，新北市要成为一个崛起的大都市，就要用整个北台来看新北，因为北台它也是千万人，千万人具有国际竞争的条件。当家所有系统不是安，你要让全世界大国际规你就爱好，整个新北好，北台好，千万人够好。拼咱新北市，拼咱北台湾，拼咱国际化。所以新北市有条件在这里这几年好好的让它成长跟蜕变。所以我就来讲，歹做我来做，无好做我先做。因为我是事务官出身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考虑。我怎么样改变这个城市，才是我来当市长最大的目的。我不是为了为哪一个政党派系服务，我不是为国家人民而做事。